是林倩文老师和饶芬芬老师，团队在预赛中所获得的分数是145分。接下来的是蓝队，由蓝队旗手陈凯阳同学带领蓝队运动员入场，队长老师是梁淑妮老师和方湘云老师，队长在预赛中所获的分数是125分。接着是青队，由青队旗手李恩哲同学带领青队运动员入场，队长老师是赖美华老师和汤爱群老师，青队在预赛中所获得的分数是141分，目前排名是在第二。除了运动队伍，本校的制服团体、学前教育班和韵律操团体也参与操步列队。制服团体由童子军打头阵，由李嘉娥同学带领，接着是女幼童军，由黄思杰同学带领，紧随在后的是红星乐会，由钟子瑜同学带领。排在红星乐会后面的是一班可爱的学前教育班同学，由潘文轩同学带领。最后的是韵律操团体，由全体5、6年级的同学组成，由罗子轩同学带领。